今天跟舅妈去摘一点白瓜，舅妈种了很多，她说要送几个给我吃。走吧。好，我们已经发现目标了，就在这里，先把这个弄下来。我要用这个接住它，不然它就滚下来了。哎，哎呀，哎呦！漂亮吧这个瓜？还有一种是那种小的，那种。舅妈种的有两种品种。一种是这种葫芦形状的，还有一种是圆的，那个可能拿不到了。这个也是白瓜，但是跟那个形状不一样，这个只有那么大，再大点它就老了。好，这里有两个品种不一样的，快把它割下来。嗨，还有一个，这个应该是他二弟，大哥已经被我逮住了。哎，啊，不行不行，快点快点，我要掉下去了。没有没有，姐妹姐，拿开拿开，我要掉下去了。那里还有一个，嘿，那个有点大，啊，这个全部接在这个悬崖上面，有点就是有点不好爬。咦，哦，真，哟，今天穿的鞋子穿错了，不应该穿这个凉鞋来的。哎，哎，好了 ，OK 了，不拿了，来，嚯，路上居然还有西瓜，这个还嫩，这个还没熟，嘿，哇！这么重，至少有60斤。说好的只拿两个呢，怎么有60斤呢？越拿越多了。说好的只跟舅妈拿了两个，结果拿了一背了。